黄永旭九十画展带你入奇幻艺术国度。呢位啱啱九十岁生日嘅艺术大师，寻日开始一年三十日喺北京国家博物馆展出三百几幅画，是今年内地最高规格的文化盛事之一，几百名海内外文化人撑场。黄永旭一出现就被观众记者包围，今次主要展出他过去十年的新作。多才多艺的他除了有画作，还有书法、雕塑、玻璃工艺等等。评论家说，黄永旭近期作品风格更鲜明，令观众置身奇妙幻化的艺术世界。